制好自己的精神和心灵，怎么样来控制，控制自己的这个，控制自己的这个。我告诉你们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，由心产生的意念，由意念产生的口业，由口业产生的行为。所以叫身，身体的行为，口嘴巴讲出来的话，意三种。所以真正学佛的人，真正有境界的人，真正能够懂得有爱心的人，他首先要知道，我不但嘴巴不能说坏话，我的行为不能做坏事，我连脑筋都不能做坏事，我的意念都不能做坏事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自己经常路过银行，每一天都想我哪一天进去抢一次吧，你说这个人他是不是在犯罪？他是在这个地方犯罪。要明白，夫妻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，如果太太经常说我给你做菜，我毒死你，我咸死你，我甜死你，如果他心里天天这么想，你说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我又没讲出来，为什么这样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现在的人心量非常的小，报复心已经成为他们一种战斗的工具啊！你只要讲一句话对他不开心，现在的人 very sensitive， 他马上就会有报复心。老公今天脸给老婆看了，今天老婆蒙在心里不开心了，给你做了菜，闲得不得了，闲得不得了，他就叫你把话讲出来，然后呢，你一吃吃得很闲，接下来就讲了，怎么这么闲呢？这么闲啊？你要吃就吃，不吃你不要吃，我不给你做了，报复了，开心了，心理平衡了，实际上就叫心量狭隘。借人家点东西马上要还，借人家点钱恨不得不还。人的心量在变化，人的个性在变化，人的意念在变化，人的所有的心灵在变化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现在这个时间，现在这个时期已经到了末法时期，也就是说到了顶端了。到了顶端，也就是说大家已经动脑筋，已经动足脑筋来赚人家钱了。大家想想看，动足脑筋来做自己的 business， 什么样的想法花样全部都想得出来，那么已经想到底了就没有了。所以有点像中国的春节晚会嘛，每年是最好的，到了后来，对不对啊？看来看去那几个节目，那你没有创意到顶了。所以我们学佛学心灵也是这样，我们要有创意，我们要找回最原始的本性，良心。你们的良心能够指导你们所有的一切，用你们的真心去对人，你一定会得到人家真心对你。你用真心去帮助人家，你一定会得到人家真心的帮助。这就是叫啊报应啊。最后跟大家讲一个啊小故事啊。在墨西哥啊，有一个中国人开了一个这个中国人的餐馆，开餐馆，这个生意好得不得了，边上几家墨西哥生意呢很差很差，非常差。那么那些人呢很嫉妒他，每天把很多的垃圾还没开店之前就扫在他的店门口，就一直堆得很高。这个中国的妇女呢，她就天天呢就把这个垃圾啊也不拿掉，就扫在自己边上放在那里，到一定的时候呢弄掉。但是每天他们都放很多垃圾在他门口，她也不生气，笑呵呵的照样把这些垃圾放在她的店门口。那么一段时间过了之后，那么很多西人呢就来问他说，哎，你为什么不去告他们呢？你为什么就像我们现在说你到康社会去告他们？
说你为什么让他们垃圾天天放在门口啊？这个中国妇女就跟通过跟这个西人讲，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啊，过年的时候都有规矩的，啊，凡是过年的时候啊，有垃圾只能往里边扫，不能往外扫，这是聚财呀。他们天天给我聚财，我当然不舍得了，我就放在边上，所以我生意好啊。第二天，他店门口就没有垃圾了，人家就不给他了。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的能够放下自己，想得通，想得开，想得明白，就是开悟。当这个人很烦恼的时候，他就是没有智慧。一个人有智慧的时候，他就不会有烦恼。有烦恼的人，他就是没有智慧。什么事情都能想办法解决的人，就叫有智慧；而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的人，他就叫不开悟，就叫没有智慧。那么智慧是什么地方来的呢？靠着自己的念经、做善事，不断的与人沟通，广结善缘，从朋友当中，从上天给我们的智慧当中，从自己学习当中，从缘分当中来摄取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人啊！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一个人就是靠着智慧。台长特别开心，你看看呢，人不多，但是我听这个掌声就是几千人的掌声。因为你们每一个人可以出去告诉十个人，所以100个人就是1000个人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希望你们多多帮助人家，因为帮助人家的人，这个人就是个善良的人。我们天天在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如果我们做好人，我们下辈子还能投缘；如果我们天天做鬼事，背后伤人家、嫉妒人家、捉弄人家，你死后就是一个鬼。你如果在人间，你已经天天在做畜生的事情，那么你死后就会投畜生道。如果你们今天跟台长一样，天天在救众生，让人家开悟，让人家想得通，天天在学圣人、学菩萨、学上帝做事情，爱护众生，你们就是人间的菩萨，人间的 God。 很开心，谢谢大家。那么待会呢，有一个听众呢，跟大家讲一讲之后呢，我呢马上上来给大家呢啊看图腾，看图腾呢就是当场，包括我们这里的所有的英国的朋友，给大家，你如果问任何问题，我都能给你看到，包括你的将来、你家庭、你的孩子的问题，或者你自己身体的问题，我都可以当场告诉你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恩。